兄姊妹，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呢，做之前你没有细心想过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做了之后呢，你就是后悔到不得了的一些事情。我记得呢，当我结婚的第二年，我就跟我太太搬入去我们自己购置的一等新的 townhouse 里面。当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兴奋的事，因为终于第一次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所以呢，搬入去之前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悉心的打点，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来为我们自己的新居布置，我们找一些很好的师傅回来跟我们那个墙里面的墙呢，你要重新油油选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最好的配搭，又为到每一个的房间里面的家私和装饰我们打点，很开心很兴奋。记得有一天的下午，我太太就出门去教琴了，当时我只有一个人在家，我就坐在三楼的睡房里面来到去欣赏我周围的布置。点知看下看下，突然间发觉我身边那张双人的梳化椅呢，不是很啱数，好像摆在睡房里面，点睇横睇掂睇都觉得不是几顺眼，其实应该摆翻落二楼个客厅嗰度会比较适当啲。于是我就喺度谂啦，我点可以将一张两座位嘅梳化由三楼搬到落二楼呢？等太太翻嚟先啊！佢一定话自己冇力，帮唔到我。定系不如打个电话搵啲弟兄嚟帮下手啊！又不知道要约到几时，更何况我真的不是很想麻烦人。于是我盘算着，我思考着，我计算着，忽然之间有一个念头走了出来，就是不如我一个人搞定他、而为免太太太紧张，最好等他未回家之前我一个人搞定他就最好了。于是我把心一横，我将这一张两个座位的梳化椅来到去礼手就动高它，一个人就将它一步步地拖到落去楼梯口。我原本的计划就是将那个梳化椅在楼梯口呢，就将它扮落来，然后呢就按着条楼梯一路顺着每一级来到线落去，我在下面再接手再拖回落客厅。这个是我原本的计划来的。於是我就真係好力大無窮咁樣喎，動勾佢扳落嚟啦咁樣。但係再扳落嚟之際，忽然之間計漏咗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將梳化椅俾一樓嘅天花板頂住咗。於是成張梳化椅就喺樓梯與一樓嘅天花板頂住嗰度，就喺度懸掛喺樓梯上面啦。咁為我怕佢會跌落嚟啊嘛。於是我唯有就頂住佢啦，就係呢一種唔上唔落，嗰個梳化俾天花板卡住咗，而嗰張椅就卡住咗我喺個樓梯度。屋企裏面冇任何人，喺呢一個唔上唔落嘅之際，你知唔知我心幾咁驚啊？我驚乜嘢啊？我死啦！我點算好呢？而家呢一刻嘅裏面，我點算好呢？萬一刮花咗埲牆，我點樣同我老婆交代呢？啱啱油嘅啫喎，啲牆，老婆一定鬧死我啦！嗰陣時我心裏面真係咁諗。再加上嘅，如果我唔頂住佢，佢跌落嚟嘅時候，那個破壞力仲大嘅喎，咁點算呢？就喺我一個完全毫無辦法，你想象我喺一個好尷尬嘅情況，我喺個樓梯嗰度頂住。就是这样 freeze 了15分钟，在那里想我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在那一刻里面，我心里面突然间有个念头，我要祷告咯。于是在那一刻里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错了，我是不应该这么心急的，
呢一下子系我嘅鲁莽害死我，系我嘅不自量力，系我嘅愚笨。我盼望我根本冇做过呢件事情就好啦。事到如今，神啊，我求你啊，我冇办法啦，你救我啦，神啊，你救我啦！我心里面就不断喺度呼求啊，神啊，你救我啦，神啊，你救我啦，神啊，你救我啦！咁于是，一路讲救我嘅时候，一路喺度喐身喐势，喐身喐势。突然之间，啊，唔知点解嗰个卡嗰个位咧松开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明明啊，天花板顶住了，为什么会松开了呢？于是我就将整副的梳化能够有机会的去平放在个楼梯，是在一个我原本从来没有预算没有计划的位置上面。我一级级可以将个梳化椅来到去线落去二楼，啊，平安无事。你以为翻翻转头看，我成埲牆花曬，唔單止花曬啊，仲要入肉嗰只啊，直頭刮咗成條痕啊，白色嗰只啊！你知唔知嗰陣時我心裡面幾咁肉痛啊？嗰種想滅亡嘅感覺，你知唔知幾大啊？你知唔知我好後悔？我好後悔點解我自己咁魯莽？我後悔點解我咁不自量力？我后悔点解我眼高手低，我后悔点解我犯咗一个其实根本唔需要犯嘅一个嘅错误。我冇等到我太太翻到嚟，我先交代啊，因为我实在太后悔。所以啊，呢啲嘢最好快快脆脆搞掂佢啦，系咪？于是我立刻打电话俾佢，啊，佢嗰阵时教紧琴噶，我就趁佢教琴嘅时候，我就自首咯。咁我哎呀，對唔住啊！一時你知我噶啦，即係粗心大意啊咁樣啊。好在我太太大人有大量，佢冇嬲得我太緊要，唔代表佢唔嬲啊。嗱，不過咧，我自己裡面咧，我就係有一份悔不當初，一種後悔莫及嘅感覺。後來每一次嘅時候，我行嗰個樓梯，我見到嗰條痕，我心裡面都好似再一次滲血咁樣。我一路去回想翻嗰日嘅呢件事件，我睇翻我自己里面，究竟我出咗啲咩问题，以致我可以犯上一个我讲出嚟全世界都会笑嘅一个嘅错误。第一样嘢，我发觉喺呢件事件里面，我见到我嘅问题系咩咧？我见到我高傲啊，我太骄傲，我高估咗我自己嘅能力。我觉得一张双人的梳化对于我一个人来讲简直就是绰绰有余啦。我自此我自己年轻力壮，孔武有力，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会难到我，我甚至乎根本我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我会搞它不掂。这个第一个我发现我里面的问题。第二个我发现我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轻忽咯。轻忽啲咩啊？我轻忽就系，如果我失败，可能会出现嘅后果究竟系啲乜嘢？我冇考虑过个后果，我冇考虑过喺个过程嘅当中系可以会出咗啲乜嘢嘅差池，一啲乜嘢嘅危险。我对我自己太有信心，我冇谂过个梳化会喺楼上俾一楼嘅天花卡着，我冇谂过。我更加冇諗過就係，如果嗰個梳化跌落嚟樓梯嘅話，究竟會對我嘅身體帶嚟咗啲乜嘢嘅傷害？我冇諗過，我興奮。第三，我發現過我自己太過體貼我自己，因為我太心急。我體貼我自己想啲乜嘢，於是我想嗰樣嘢，我就要即刻做到。我想要那样东西，我就要即刻要到。于是就是因为我很体贴我自己想要的东西，以至于我被我里面那份的想望那份的渴求操纵了我自己的行为。结果呢，就酿成以下下来一连串鲁莽的行为咯。弟兄姊妹啊，由高傲到轻忽，由轻忽到体贴自己，又體貼自己，去到作出種種魯莽的行動，你知不知道這個過程其實跟玩火沒什麼分別的？我以為我可以控制這個過程，
我以为我可以掌握到最后想得到的那个结果，于是怎样？于是在过程里面，我轻忽所有的事，我不考虑所有的事，并且呢，我对我自己信心太大，我挑战我的极限，我挑战我条的底线，到最后结果会怎样？我就是被火烧回转头咯。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类同的经历？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试过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做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的效果，但你做完了之后，你感觉到很后悔。我之所以问这条问题，甚至乎我很不吝啬地将我这些这么尴尬的经历来跟你分享，原因就是因为我实在见到太多人，他有类同的经历，并且出同样的错误，特别就在引诱和试探的面前。于是其实明明知踩界的，但你就是很想要那样东西，你明明很多人过来告诉你，不好啊不好啊，这会死的，不行的，很容易的，很容易，很危险的，但你就是不信，已经告诉你听的了，就告诉你听，你不要跟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单独关上房门在睡房里面，你就怎么说啊？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很知道我们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的，告诉你听的了，当你结了婚之后，你跟异性的相处你要小心，你要检点，你会怎么说？你就说不要紧，交个朋友而已，我很有定力的，都告诉你听的了，叫你不要去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那些叫成人娱乐场所，不要去了，你就说没问题，轻松一下，我很稳阵的，一定不会嗨嘢，我总之不踩过界就行了，圣经又没有说过不可以去，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我们心里面一份的想望，一份的欲望去推动，于是我们很好胜地容许自己停留在一个被试探的位置，停留在一个很危险随时有机会失脚的境况的当中。你估到最后会怎样？很多的时刻我们一下不觉意，我们就出事了。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承受的后果，就不只是家里那埲墙被刮花那么简单。你以为你玩火啊？其实最后变成了自焚。这些这样关系让我想起了旧约时代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参孙。我为什么想起他呢？因为我发现他都是一个很喜欢玩火的一个人。你认不认识参孙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参孙的时候，你知道参孙其实他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士师。他有名在什么呢？他有名在他孔武有力，他有名在就是神给他有一副孔武有力的身躯，力大无穷。他曾经试过一次一拿手一嚿芦腮骨，他就剥死了一千个非利士人，一个对一千，不是正常的武器，一嚿骨头而已，打死了一千人。为什么他这么犀利呢？因为自出娘胎以来，原来参孙已经被神拣选成为神呼召的拿细耳人。那什么是拿细耳人呢？拿细耳人是做什么的呢？简单来说，拿细耳人就是一班被上帝拣选分别出来来到去服侍上帝的一班的人。而作为一个拿细耳人，其实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在于他们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身份所给他的界限来到的生活。譬如拿细耳人，他在任何场合的底下，无论清酒浓酒他们都不可以喝，因为这个代表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其实是一班不是体贴肉体，不是体贴私欲的一班的人。又例如拿细耳人，其实他不能够用刀来到去刮头剃他们的头发，因为头发是一个记号，对于他们来说，头发是一个他们是属上帝的人的一个记号。还有拿细耳人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不能够接近死尸，
因為死屍在當時來講被視為不潔，他們這樣做也代表了他們一班不要玷污自己，不要效法上帝聖潔的一班的人。而參孫 suppose 就是一個這樣的拿細耳人，有著這樣的背景，有著這樣的身份，他是應該這樣來到他的生活。不過當我這樣說，我說 suppose， 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因為如果你認識參孫的一生的話，其實你就會發現他當真不是一個很 typical 的一個拿細耳人，因為其實他的私生活是極為不檢點的，尤其是他最大生命當中的弱點就是他好色，在他身邊很多女人。每一次當我們去講開參孫的時候，聽的人沒可能不想起他身邊切出禁轉不同的女人。就好像有一次聖經裡面告訴我們，參孫來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叫做亭那，在那個地方他就看上了一個非利士人的女子了。當時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敵來的，但是參孫不理那麼多，他見到一個很漂亮的非利士人的女人，他就說我想要了，於是他就想都不想，一個屈美十，他就走回去告訴自己的父母。參孫上來告訴他父母說，我在亭拿看見一個女子，是一個非利士人的女兒，現在請你們把她娶來給我作妻子。她的父母對她說，在你弟兄的兒女中，或是在你所有的族人中，難道沒有一個女子，以致你要去那些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嗎？參孫對她的父親說，請你把她娶來給我，因為我看中了他。其實他的父母都跟他這樣說，仔啊，在我們的同族的以色列人的裡面，就是敬拜上帝的人的當中，其實都有很多女人你可以選，為什麼你不去選，你偏要去選個非利士的女子呢？參孫怎麼說？參孫其實的意思就是，阿爸無他的，只不過是我喜歡咯。这个是参孙为什么要选这个非利士女子唯一的理由啊，弟兄姊妹。那你就知道这个的人其实他几咁的体贴他自己，做事是几咁的不理后果，怎样的来到去鲁莽。后来我们看个故事一路下去的时候，虽然上帝当中有他的计划在个背后，但是参孙到最后他娶不成这个女子。不過你又不要替他憂愁，因為參孫他會找第二個，參孫找其他的女人來慰藉自己，結果就在芸芸的女子當中，就在整個的森林的裡面，他找到一棵樹，那棵樹叫做大利拉，又是另一個的非利士人的女人。但是這個女人很不簡單，這個女人跟其他一般的女子都不簡單。因為為什麼？因為這個女人收了錢的，这个女人其实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个女人是非利士人已经收买了的一个的间谍，目的她的任务就是派她去到参孙的里面，来去运用她的嗲功，施展她浑身解数，就是要去知道究竟参孙的气力的来源在哪里。她要用她的方法来到向参孙套料，为了的就是帮非利士人能够可以制服参孙。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什么缘故有这么大的力气。你读圣经你要给少少感情下去，是不是？你明白吗？是吗？你要用什么创方法才能捆绑你，好把你制服。参孙对他说，如果有人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会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有阵时我想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已经 skip 了一些东西了，譬如那些这样的抛眉弄眼啊，又或者大利拉说，公子喝杯酒啦，你好衰的，那些其实都 skip 了的，已经都样。不过任尽大利拉的嗲功，他撒娇的能力几大都好，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当有一个女人走过来跟你说，我怎可以制服你啫？这样，喂，你没有理由不警戒一下，是不是？我想你应该会警戒一下， right？ 于是非利士人的领袖就把七条未干的青绳子带上来给那妇人，
他就用那些绳子把参孙捆绑起来，哇，做埋添噶咯噃。有人埋伏在他的内室里等候着，于是大利拉佢咧就对参孙说啦：参孙啊，非利士人要嚟捉拿你啊！參孫就掙斷繩子，像麻線被火燒斷的一樣，這樣他力氣的由來還是沒有人知道，都叫都做埋咯，係咪？你話俾佢聽，哦，用繩子綁我啦，啊，個女人真係綁你喎，然之後仲要係嗌埋，嗯，非利士人嚟捉你啦咁樣，喂，好明顯噶咯噃，你會唔會唔懷疑啊？喂，傻的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啦，真是抵死的地方就是没事发生，参孙依然当没事发生，于是怎么大利拉就来多次咯，是不是？哇，这个男人这样的话真的完全，啊，他真的完全不起任何疑心的，哎，来多次。大利拉对参孙说，嗯，你作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用什么东西才把你捆绑。参孙对他说，如果人用从未使用过的新绳子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我就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于是大利拉把新绳子拿了来，把参孙捆绑了，又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捉你了。当时有人埋伏在他的内室里等候着，参孙把绳子从手臂上挣断一下，像挣断一根线的一样。喂，弟兄姊妹啊，今次已经第二次嚟噶啦，仲要跟之前那次是一模一望一样。喂，你盲的，你都知道究竟这个女人究竟她内里发生了什么事啦？但是参孙仍然继续，他被大利拉继续留在他的身边，甚至乎他继续被这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这样来去试探他自己。后来其实你看下去你会发现还有第三次添。于是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呢？参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什么都没有？莫非大利拉的演技太好，呃到参孙？莫非大利拉的计划太过周详？莫非真是所谓的英雄难过美人关？ Yeah， 可能啦。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观察，就是我观察到参孙根本从来没有将大利拉对他的试探放在眼内，他根本没有觉得会有一天他自己会衰在大利拉的手上。于是怎样？于是他继续做他自己想要的，他贴住自己的底线来到过生活，他继续玩火，他继续挑战自己的底线，他继续容许自己在这些试探当中来到徘徊。你知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样？玩火啊，咪玩出火咯。第四次，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然对我不真心，你怎么说我爱你呢？你这三次作弄我，没有告诉我你这么大的气力是哪里来的。于是大利拉施展他最犀利的招，大利拉天天用语用话逼他催他，以致他的心烦不愿死。啊，这个大利拉真是太犀利了，这样是吧？参孙就把心中里面一切的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如果人剃去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了我，我就软弱无力，像所有的人一样。大利拉见参孙把心中一切的说话都告诉了他，就派人去请非利士人的领袖来跟他说了：这一次你们上来吧，因为他已经把心里面一切的都告诉了我。于是非利士人的领袖就上到妇人那里，手里拿着银子上去，啊，要给钱了，OK？
大利拉使參孫睡在自己的室上，又叫了一個人來把參孫頭上的七瓢的髮鬢都剃去，大利拉就克制了他，因他的力氣離開了他。於是大利拉又說了，參孫啊，非利士人要來捉你了。參孫從夢裡面醒過來，心裡面說，我要像前幾次一樣掙扎出去，必能脫身。但他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了他，他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了他。非利士人就把他捉住，挖去了他的眼睛，帶他下到加撒，用銅鏈來捆綁著他，他就在監牢裡推磨。弟兄姊妹，其實參孫知不知道自己不可以洩漏他的秘密給大利拉呢？他當然知道，如果他不知道的話，他使乜說那麼多次大話？他使乜騙那麼多次大利拉？但問題就是，他偏偏不將大利拉對他一次又一次的試探放在自己的眼內，他仍然被自己徘徊在大利拉这个试探的当中。因为他以为只要大利拉不知道他的秘密，只要他不讲出他力气的来源，这个秘密这个是他的底线来的，他只需要不越过这条底线，于是他就没问题，于是他继续可以为所欲为，他继续可以来到去贴住自己的私欲，来到去享受在这个的温柔乡当中，他可以继续享受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惜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但他没想过大利拉烦多他几次，他就跌倒，他就被大利拉乘虚而入，令他失去了气力，到最后被非利士人来到去制服。弟兄姊妹，你觉得参孙之所以失去力气，是因为纯粹被人剃了个头吗？你真的认为飞了个发就会对他有这么大影响吗？当然，我们刚才都说过，拿细耳人有一些禁忌他不可以做，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他不可以剃头，因为这个是一个象征，他是属耶和华。但是如果你看士师记的话，你就会发现拿细耳人其实一样都不可以来接触死尸。刚才我刚才都讲过，但问题就是如果你回到前面两章，你就会发现原来有一次参孙不单止去接触死尸，甚至乎他在一个死尸的肚子里面来到，那只不是一个人的死尸、okay? 是一只动物的死尸，在里面来到拿蜜糖吃、okay?但在那次之后，上帝都没有将力气从他身上拿走。你知不知道参孙真正失去气力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清楚圣经，圣经怎么讲？原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参孙真正失去力气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在他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已经离开了他。头发是亚西尔人的一个的象征，但是真正令他失去力量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已经不与他同在。而不同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剃头？ No， 是因为参孙一开始他就自视过高，令到他完全轻忽他眼前不断来的试探，以致他的体贴他自己的妄想，妄迁就自己的需要，被自己继续徘徊在他的引诱的里面，结果他失脚。是这个过程将他一步一步带到一个跟上帝越来越远的位置的上面。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但依我去看，我反而更加见到另一面，就是参孙他的高傲、轻忽、体贴肉体，是将他自己一步一步的拉离开上帝。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他真正的死因就是他一直将自己
贴住佢条底线嚟到去过活咯。佢真正嘅死因就系佢以为只要佢唔讲俾大利拉听，佢嘅秘密只要守住呢条嘅底线，佢就可以继续喺呢条嘅底线嘅上面嚟到去过活，佢继续嘅容许试探同埋引诱喺佢嘅身边。就好似今日其实有好多信徒，我哋都系一样咁样嘅生活。我哋将我哋嘅生活标准、我哋嘅道德行为标准，我哋教到好低。我哋教到喺嗰条底线嗰度，我哋只系去问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嗰样嘢系咪犯罪？犯罪我就唔做，唔犯罪嘅时候即系做得。于是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信徒啊，你要咁样嘅生活，哦，我未必能够做到。但系如果圣经里面冇话唔可以做嘅嘢嘅时候，咁即系冇问题啦，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到继续咁样过嗰种嘅生活。所以圣经里面话冇话过唔可以打牌喎，咁样咁即系唔系犯罪啦。圣经里面话过我唔可以走正面喎，咁即系冇问题啦。总而言之，今日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就只系选择贴住条底线嚟到去过活。老实讲，其实咁样嘅生活，其实跟我哋同我哋喺个悬崖边上面扎营啊，弟兄姊妹有咩分别啫？因为只需要我哋一下唔觉意，偶一失脚。我们踩过了一条底线跌跌，我们就已经粉身碎骨。弟兄姊妹，你觉得父神想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吗？你认为父神喜悦我们基督徒是贴着条底线来到去生活吗？不是咯，父神想我们过一个什么生活？父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生活，父神不是要我们追求一种只贴住条底线的生活方式，父神想我们的追求的是一份能够讨神喜悦的生命。你知不知道贴住条底线生活和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两者是很大分别的？你贴住条底线嚟到去过活，于是你每一次、每一日，你就净系识得问有乜嘢唔可以做，冇话唔可以做嗰啲，咁即系我乜嘢都可以做晒。你就系贴住条底线过活咯。但系后者咧，你系要知道嘅，唔系再问紧我系咪啊呢样嘢究竟系咪犯罪，而系你再过啲，你再想一啲嚟到去问，究竟今日神啊，你想我活一个乜嘢生命？神啊，究竟我要怎样过活能够讨你喜悦？神啊，究竟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我应该怎样的来行我前面的路？面对着试探，面对着诱惑，你想我怎样反应？我应该怎样的反应？于是我就是按着这样你来过我前面的生活，我是贴住上帝的心来到过活。弟兄姊妹，因为唯有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去体会神怎样与人同在的生命。而当我们在试探和诱惑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岂不会有更大的力气，更有的把握，你都是站立得住吗？你问了，那实际可以怎样啊？我怎样由一个贴住底线来活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们转移到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基督徒生活？我试试给你三个的建议。第一，在试探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要逃避。使徒保罗其实都是这样来教提摩太，他说在试探的面前，你不要逞强，你不要觉得你掂，你不要觉得你可以，你更加不要觉得其他人都 OK，其他人可能死梗，但我例外。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自以为你自己一定不会失脚。因为保罗怎样讲，他说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同那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面对着私欲，保罗教提摩太的第一招，是第一招亦都是最犀利的那招，就是你不要主动去在引诱的面前你迎上去。 No， 你要离开，你要逃避，你要运路走，你不要 put 自己在试探当中。因为你不要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你不要高估你的定力，
你不要轻忽，就是在引诱和试探背后，如果你跌倒那个权势，对你的生命会带来一些什么负面的影响。这个第一样东西，你要逃避试探。第二，我请你尊重界限。圣经里面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生活上面的界限，但我想你清楚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界限的原意不是为了去限制你的生活，相反它是要令你得自由。弟兄姊妹，就有些像什么呢？有些像你驾车，你在马路上面的时候你见到红绿灯，是不是红灯意思是什么？停啦，绿灯叫你去啦，红灯停绿灯去，它的原意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它的原意是要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危险，什么时候是安全，于是你可以在这些的规范的底下，在这些的界线的底下，你可以很安全地享受你的自由。所以我请你不要轻忽圣经对于我们的界限，给我们的界限，不要轻忽弟兄姊妹牧者对你的劝诫，更加不要因为你要体贴你自己的喜好，因为你要迁就你自己的需要，于是你要试图要去扭曲，或者在中间找一些灰色地带，因为这样只会令到你在试探的面前更容易来到失手跌倒。到最后我觉得应该是最关键性，就是你除了不要主动的迎向试探，你要逃避，你不要来到轻忽那些界线，你要尊重之外，你的生命的素质很重要。那个关键就是你要追求的不是一个贴住条底线过的生活，而是一份你贴近圣灵过的生活。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保罗有这样说过，他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满足肉体的私欲。因为只要你愿意顺着圣灵，圣灵的心意，圣灵的引导，你就信服，他就是灌注你整个的内心，他就是用你容让他成为你的导引，你就跟。这个的顺从是叫你不会再去找，不会将你的焦点放在那些肉体上面的私欲的上面。顺从圣灵的生活，让圣灵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去建立你的生活方式。那即是怎样？你说保罗很具体的，他说圣灵是怎样？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一份贴着圣灵的生活，就是容许这些圣灵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程，这些的工作，这些的 character， 在我们每一个的环节的里面，生活的环节的里面，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部分的里面展现到出来，那份的生活就是一份贴着圣灵的生活。於是你不再去滿足於去問究竟我的底線在哪，究竟什麼叫做什麼是不犯罪，於是我就 OK， 而是你在問另一條問題，就是究竟今天聖靈有沒有在我的生命裡面塑造我的生活，聖靈所結的果子那些的特性有沒有在我的生活的當中來去展現，我的生活是不是帶著愛，我是不是滿有喜樂，我是不是帶著平安，当我对人的时候，究竟我的行径、我的态度是否满有包容和忍耐，是否满有恩慈和良善，我的行为是否充满可信，是否真诚，并且我是否带着一份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我本着真理每一天我作合宜的行为，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我们追求，我们要问，我们要去 strive for， 我们要 aim at 去追求那份贴近圣灵的生活，因为唯有这种的生活才是上帝所喜悦盼望我们能够过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世界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着引诱，
充满着试探的世界。每每当我们的身边其实都有一份的拉力，是一份要将我们不断的拉离开上帝的一份的拉力，要我们不接近上帝，要我们离他更加远。你不要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你不要高估你自己的定力，你不要轻忽你跌倒之后会带来的后果。你不要以为你只需要贴住条底线生活你就 OK， 不 OK 的。你不要以为你继续被自己徘徊在试探和引诱的旁边，总之我不跌倒就可以了。 No， 很危险的。父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生活，相反父神想我们怎样。当你面对的试探的时候，你不要轻视，你要逃避。面对着圣经给你生活上面的界线，你要尊重，你要顺从。我们要追求一份贴近圣灵、满有圣灵的果子展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份的生活，得着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弟兄姊妹，到那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怎会没有力气呢？面对着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怎会这么容易来到失脚呢？弟兄姊妹，这个是父神要我们去跟随，我们去追求一份去喜悦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的同，我都求上帝帮助我们好不好？就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方向。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再贴住条底线生活。我们不是只是问究竟我没有犯罪我就 OK， 而是我们真的开放我们的心，有一份的想望，我们的求神啊，你 show us the way，让我们见到那一份你喜悦的生活究竟是怎样。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赐我们的力量，就在这个这么复杂的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面，时刻的来到去引导告诉我们，究竟我们可以怎样靠着祂，望着祂，来到过我们以后下来追求的生命。求圣灵来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守护我们，引导我们。我邀请弟兄姊妹一同的起立，我们一同的来到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求你帮助我们，我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充满我们的内心。神啊，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在我们周边有很多的引诱试探出现，面对着他们，有时候我们很不坚定，我们很不决绝，却被撒旦时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留地步，叫到我们有机会失脚，叫到我们有机会来到跌倒，甚至好像参孙一样一步一步的离开你。但是父神啊，我求你，你帮助我们，我求你挽回我们。神啊，你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所付上的恩情已经告诉我们，你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求告圣灵啊，你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时刻的导引我们。主啊，当我们的心开放，我们愿意贴紧着你，你要顺服着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面前，你开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各人，让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就给我们虽然在黑暗当中，但我们仍然能够看清前面前行的方向。圣灵啊，我求你来，我求你来，来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今天的早上，当我们去在这个讯息的里面，我体会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提醒的时候，我求你，你就帮助我们，兴奋我们，光照我们，充满我们，开我们的眼，就让我们见到圣灵啊，你要带我们下一条怎样的路，你要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来光照我，
来关照我，愿赠你的灵来关照我，驱走心黑暗，看清心恶痕，愿主圣灵来关照我，来充满我，来充满。你的教会，你的子民，我们就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专心地靠着你的引导，我愿你来，来光照我们，充满我们，加力我们，让我们贴近着你，过你讨你喜悦的生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